哦，经理来嘞，哦，要搞，经理来，经理来，安排住了，经理要派出兵嘞，吼、哦，经理帮忙嘞，派出所中的人，他连那个派出嘞。有一两件的，哎呦，花车哩，花车电动花车。看电话车嘛，嗯。反正只有老电动那花车，反正都爱心的花车，都可以。女神看。这个。好，现在呢，在这一批车的话，是有几个正在进入到这个庙宇的。哦，那今年这有行李吗？很有看头。
性场面，这个彩电的一个释放，那它的飞行的方向呢，跟以往完全不一样。以往呢是从那么台北的北往南飞，就从我们前面左往右，那这次呢是突然的就会从台风府的上空进入下去，而且会释放国庆彩电，一定是非常震撼的。我们现在看了，这个是台南的首庙天公庙，天公庙的天公庙的经历。中雨多些，中雨。今天天气非常炎热，从早上开始下到现在，我看虽然这个温度有下降一次，应该温超过三十度，但是现在都已经到中午时分了，所以呢，其实现场很多的一些观众朋友都看热，我都已经。哎呦，十二，没十二点嘛，要那个活动。哦，对啊。今年还带住金牛老虎呢。对啊，你。